这样是一个好又很美的地方。谢谢。对对。那你是嫁到台湾来吗？哎，对。嫁到台湾来，那已经结婚了哈。那么没有办法怀孕，所以来到我们医院，然后发现他主要是现任跟我比较不好，所以因此我们这个利用试管婴儿加上单立根喉结的技术。那因为先生在外面不好说明，就从那个布达里面去做取精比较好的品质，然后这样办法生下这样的一个胎儿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在第一次植入没有怀孕嘛，就是第二次就是怀孕。那目前呢生下两个男的，那希望第二胎要生下双胞胎嘛，就是这样的方法。他怀疑了，他现在要回到顺南去，也要再看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很高兴一下。爸爸妈妈看到以后会很高兴，会啊，会很高兴。那现在要不要一起过去？要，我要你过去哈。那你在台湾过得怎么样？现在对你好不好？非常好。那你有没有公公婆婆？有啊，公公知道你怀孕高兴，很高兴，所以你就不理了，是吧？那你对我们这边有什么期待？就是希望下一次能够双胞胎。好，谢谢，给你鼓励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会播在叫，麻烦他播在那个大陆的微信。微信好。